这什么？这怎么用 ？Multi Universe。Language。台湾。阿玛剧情之夜哦，阿玛剧情之夜也不是不行啊。这干嘛的？资料片。分裂大海远征，水手避风港。哇，改成这样子了。第56区，巴士底监狱。老皮安安，不知不觉出社会两年多了，给你这个月的工的。哎，感谢。谢谢我们的福利熊，感谢。哦，这怎样？伺服器 IP 加入建立伺服器吗？建立伺服器多人哦，分裂大海资料片。可是这样子的话进得来吗？0204，他这个有什么关卡可以玩？关卡工作坊项目，对啊，感觉目前关卡不知道去哪边玩啊。我今天经过老租书店。一股回忆冲上来，以前只有租漫画跟小说，现在多了弹珠台加娃娃娃机跟一番赏。现在这个，哎呦，小鸡跑进来了。现在这个也要搞成这个样子了，要经营副业了，是不是？23个月，对吧？关卡播放清单，哎，感谢。关卡载入工作坊关卡，哎呦。英雄联盟，头文字 D， 之前玩头文字 D， 然后发现有个白痴，对啊，哦有哎、欸，海战 PVP 地图哎、欸，得修，这个不行吧？有没有更多啊？海战图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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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一开始要先选船，是不是？宝贝皮皮，我好想你，最近太多事情要忙，搞得好累，但还是希望大家接工作都能顺利，可以遇到好多贵人。刚刚讯息没跳出来，所以再传一次，爱你。OK， 感谢。羞涩亲亲，羞涩亲亲，感谢熊熊大肥婆，感谢，还是叫我们风向鸡，看不下。小鸡，来啊，先来打一把。那、啊、怎么开始？没有投票开始啊！啊我啊我怎么开始？哦这边，哪个开炮啊？哎，投票开始吗？啊，还有 PVP 耶、欸！可是要怎么开炮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准备就绪，按下 Enter 可以 respawn， 开炮是什么？我们同一队的、啊，不是啊？这样没有敌人啊？怎么都同一队？可是这样没有敌人呢、欸？家人会欢迎我。按哪个键开炮、啊？我看一下，控制键。我不知道啊。也不至于啦，兄弟，你那边真的算好的了。我老家那边没有一番赏，也没租书店了，只剩下满满的家娃娃机，走到那都是。租书店没了吗？你老家住哪里啊？租书店现在应该多多少少，坊间应该是可以找到吧？找不到哎、欸，几乎倒光了，还是有啊，加减还是有一点啊。完了，我看来我们应该先从一般关卡开始玩。我根本不知道这艘船大炮怎么弄啊！这船是只能加东西上去，是不是？我看到这个炮是可以，炮还有装弹簧哎、欸，它还有弹簧哦 ，Control 哦 ，Control 键开火。OK， 懂了，可以了，我 OK 了。随时 OK， 哎、欸，这是离开，那要怎么开始？
是不是选项？不能啊！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什么嘛？这个炮是两边一起开，怎么回事啊？摄影机之中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可是没有敌人啊，目前只有一个队伍啊。拐杖人都是侧边开火，是啊，但是不是两边同时开啊？屁嘞！三小啦！哦，里面子弹是有数量限制的。这哪个时代的船？挺晓得，而且小鸡为什么船直接散架？怎么回事？他的船自己会分解。那我来帮你结束痛苦。我不用开枪，他自己就爆炸了。你把他删掉，然后重新弄一艘新的船啊。你那船也太强了，船不能倒着开。既然玩这个怀念的冲车大将军，看来今晚又是笑到窒息的一晚。既然现在是造船游戏的话，那么我们应该可以看到造飞机的环节。没有造飞机环节啦，啊，这个就是造船，它这个新的那个海战 DLC 啊。完了，看来他是没救了，还是我们先重新开一次？我重开一次啦，它的地图只有这个啊。我说地图为什么看起来不像是海啊？这样正常的吗？工作坊目标，我看一下关卡设置，新增地图，还是要应该可能要特别去抓吧？我在想，要特别去抓那个海战图，我看看有没有。没剧情好难玩，还有吧？应该是有剧情的吧？我们找找看啊 ，PVP Water PVP 有吗 ？DLC 真的有海啊？啊，有啦，三对三 PVP 图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该来 PVP 了，该来 PVP 了。哇，还有这个哎，海底总动员哎 ，What the hell？PVP 巨大 PVP。这个吗？这也是海战吧？哇，好多，哦，港口攻防 PVP， 哇，现在这么多 PVP 图哦 ，PVP 二 P 啊，野球盘还可以打棒球啊，现在这么神奇的，哦。今天要玩什么游戏？今天玩武藤游戏。我们今天玩武藤游戏，有野球拳吗？有没有野球拳？我是不清楚，但是看起来特别帅啊！这个吧，这一张，然后再抓一张，工作坊地图，这个吧，这两张吧。啊，有了，套用这个好了。哦，哦，好帅哦！可是我要怎么选择队伍啊？还是这个游戏它是没有队伍的，三对三啊。哇，这是军舰吗？开火是哪一个？看一下。投票开始。有关卡能抓？哎呦，我现在正在抓，我现在正在抓。不知道开火是哪个键，管他的，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。我可以换队伍吗？我看一下，我要怎么交换队伍？研究一下啊，交换队伍都急。男人，你成功吸引我的台币35个月 OPCGY。安安啊，感谢，谢谢我们的高雄，而且思峰。
有点傻，不重要。关卡编辑器，哦哦，啊，开始了吗？可是为什么海还是不会动啊？还是不能开炮啊？开火到底是哪一个？啊？啊？完了，我完全不懂。十个月爱你皮皮。哎、欸，感谢哦。逗号，逗号开火。句号跟逗号 ，OK， 我懂了。逗号跟句号。哦，这个比较正常，它不能连按啊。但是海到底在哪里？而且这游戏超级累格哎。你看超级累格有没有？船突然就不动。要不要先玩一般模式？没事，我们只是随便摸摸看而已啦。有够强！我看这个多人模式应该是没问那个没办法，感觉这个多人模式我看应该是不行，而且我还卡住了，但我这界面卡住怎么回事啊？我把它退出哎、欸！哦，有了有了。对啊，太强了，太强了。这个呢？四四移动，哎，对啊，这个海才正常的海啊。刚那个看起来就不像是海啊。来移动你的机器。摧毁房屋。可以啦，我们自己造船啊！我造的船，相信一定也是特别特别的棒，好吧？特别特别的 nice。龙骨放下面没问题吗？调整浮力哦 ，U 是上升。我怎么让它旋转 ？Z E R Q F， 哎、欸，怎么让它旋转来的？还可以这样，不知道、啊、我现在怎么旋转它、啊？删除是哪个 ？X 键 ，OK，LT 加 F 4都你在讲啊，都你在讲。好、啊，我们的千阳号即将诞生，各位。千阳号即将诞生，按 U 是上浮嘛？按 J 是下潜，舵。哦，皮皮，我朋友说他小姨子就他胡搞，但是朋友拒绝女上位体位。我问他为什么？他说：“因为不想留下遗憾。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好吧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OK，OK， 很好，加油啊！船舰用螺旋桨，我要放这个螺旋桨，它船才会滑嘛。有这个桨啊，船帆鱼叉。有点困难啊，木杆。这样子可以吗？我记得不是可以设置让它镜像啊？
修改器参数。我知道移动啦，不要一直叫我移动啦，我知道啦。不是啊，我现在我要镜像啦。修改参数，我这不是可以镜像吗？哪里来着？镜像，镜像要 mod 的。是啊，我怎么记得以前就可以镜像啊？好，装点桨啦，没桨怎么滑、啊？是不是？不会这个桨要自己弄手滑、啊？不会吧？我看看，这样船会动吗？没有啊，不会动啊，船不会动啊，这桨不会动啊。不会这个桨真的是要自己去弄那个什么动力装置吧？这么坑的吗 ？OK， 我看看啊，动力装置，倾斜计，计时器，现在还有计时器耶，好扯哦。逻辑闸跟长度侦测器，现在已经这么的复杂了吗？绞盘，现在还有绞盘呢。OK， 我们试试看吧。应该是这个传动轴吗？你可以装轮胎在后面，然后用飞行的桨装在轮胎上面，就可以往前后了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已经有个想法了啊、嗯。我觉得我这个想法应该是没问题，但是我怕船不会平衡欸。我现在怕我的船不会平衡。错了，有没有看过那个米老鼠里面的那艘船？大家看过那个原祖米老鼠吗？好吧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做这个原祖米老鼠的船只啊。OK， 先试一下会不会动啊？会动是会动啦，但是跟我预想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啊？究竟这发生了什么？会动哦，但不能持久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长度不够吗？是这个砖块不够硬吗？看一下，太重了。哦、嗯，他是说这个太重了，这个会断掉。那这个会断掉的情况呢？我想一下，会断掉啊？还是要先装一个这个，这样会比较不会断掉吗？车轮，我们把轴距缩小呢，这样会断掉吗？好。不过这游戏里面风帆到底干嘛的、啊？这真的有风吗？这游戏开始有做风向系统啊？哎，这样就不会断掉啦！哇，千阳号 ，OK， 还不错哦，有料、哦。OK，OK， 很好，很好。哇，这个太强了吧！我是鬼吧 ？OK， 很强哎、欸，还有一个舵在后面，有没有协助我们现在这个船只做这个转向？然后帅哦，帅哦。OK， 我们的实验一号，但是实验一号撞到东西就会倒下来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我们要改善撞到东西会倒下来的问题吧？至少先让这个船只可以顺利的运作了，不然现在这个船是。连撑上顺利运作都还是有一点问题。好，先把它的这周遭先装起来，增加它的这个浮力。这样可以增加浮力吗？是这样子吗？其实我也不太确定，反正我们先看着办吧。
福利熊。不过这个这样子弄，感觉它速度还是有点偏慢，对不对？还是说我们有一种别种方法可以让这个速度加快？你们猜猜看，我想到了什么方法？你们猜猜看，多装几个，差不多的概念啊、差不多的概念。来，我想到了啊、就是这样搞了啦。等一下哦，装一个这个四轮驱动，我们不只要做四轮驱动吧？我希望它这个可以在下面一点呢、欸，因为我们这个船身在水下的话，其实会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因为船身在水下面的话，我们吃水的深度越多，它的这个就比较不会豆桃灾啊。也就所谓它的这个龙骨的地方要离这个下面，水下要多一点点，就是等于说让它支撑去平衡啊。所以我们这下面要把想办法把它多加装一点东西，有没有什么想法让它可以多一点重量？比如说我们底下放个这个配重方块，这样呢？这样船只虽然变重了，但是稳定性就变高了吧？是不是？止水塞多用几个啊？止水塞。安安老皮，安安啦、啊，晚上好。有些大师的棺材板快压不住了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哪个大师？哪个大师？让我看看，究竟是哪个大师？这周一紧急出差到中国，今天下午才回来，六天没看到老皮了。戒断症发作 ，OPC 还有 OPC 还有。有这么严重？还以为今天不开了。有啦，今天有开啦，今天有开，不用担心。哎，感谢感谢，辛苦你啦。为什么紧急出差啊？不屑的画着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脑里响起一个声音：跑吧，用力的跑吧，你再跑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皮皮喽。什么东西？我这个很赞哎、欸！你不要这样子哎、欸，这批评我的大作，这个我真的有点难过。我这个东西已经聚集了我玩这个游戏啊，也是很多年了嘛，是不是？他已经把我玩这个游戏的精华都放在这边了，所以这个船只，我相信以这个现代的这种驱动，这种电动船只，它应该算是数一数二的强啦，对不对？这个应该是很厉害的，我们看一下吧。这下我们现在可以漂在水面上快速移动了吗？哦，有哦，速度很快哦。哦，我爬这个抗浪属性也是相当不错的。我们面对这个海浪，我们还可以顺利的跨过去了。34个月了，这是龟甲万吗？来，我们试试看，从那个浪的侧边看，我们船会不会侧翻哦 ？OK， 哦，我们连漂移都没问题，很快哎，而且还不会沉啊。重点是下面的重心相当的重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船只呢，可以说在水上如鱼得水。你看它速度很快，在这个浪的线上面呢，不断的拍打我们的这个龙骨，还是没有丝毫要翻过来的任何的症状。你看，这就是大设计师设出来的东西，不设计出来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挺不赖的吧 ？OK， 那我们接下来要帮他加装一点这个兵器了啊，加装一点兵器。我们先设计一下兵器，兵器这一块啊，我可以说是相当熟练的啊，毕竟这个兵器谱里面呢，我也可以说是已经出神入化了。来。欸，感谢冠强，感谢啊！啊，我要怎么让它旋转啊？有热键吗？我看一下有没有热键。刚有热键的球，没有热键吗？看看啊，暂停选项，控制，按 R 吗？我刚才按了 R 没有用啊。它是只会转90度而已啊。对啊，这样直接转90度，我要让它往前后翻滚啊，不行吗？
不行啊。对啊。那这样没办法啊。哇鬼，我差点把自己机器删掉。如果我把我这个大作删掉，我瞬间就心里就崩溃了。复原重做。到底要怎么让它前后翻啊？哎，不然把龙骨拆啦，完蛋了。完蛋了，完蛋了。OK， 还好，没事没事。请问这是核子潜艇吗？这差不多了，差不多，这跟核子潜艇差不多。上面有个图形哦。哦，啊，有图形，两边形的图形。啊？皮舰皮造左踢山东号，右踢福建号，连美军都自叹不如，守护台海和平靠你了。好说好说好说。对啊，我要怎么让它这个粘在这一格啊？它粘不上去啊。那怎么让它粘上去啊？还是只能这样摆。可是这样摆有点怪怪的啊。滑轨，哦，是有一点滑的感觉了，哦，这样是有点滑的感觉，但我要让它很滑，哎，我要怎么让它非常滑？按下 F， 可以使下方的活塞切换伸缩模式。这样子，就长度就这样子而已啊。这滑轨长度才这样子哦，我想要超长的，这样不行吗？自转方块，我想一下，总不能用太简单的金属二，它的目标是要摧毁这间房子嘛？可是如果我们用太简单的方式去对付它，我个人觉得就也没太有乐趣了。所以我决定要装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们弄这个各种巡弋飞弹，巡弋飞弹，我要先做盖子，然后等一下我要把那个飞弹藏在船身里面 ，OK， 先做个盖子，看一下，好，叠加，左右翻开吗？因为一般那个巡弋飞弹都是翻盖型的吧，就是它有一个像垂直发射的那种概念。左右掀盖，我先把这拆掉。OK， 巡弋飞弹嘛啊，好，有想法不错，盒子不错啊，我的想法可以说是。相当完整了，已经媲美那个国际造舰大师了。当年他们没有找我去这个制造拉法叶舰，就是他们的损失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然后我要把这个飞弹呢藏在这个下面，然后它这个翻盖一打开的时候呢，就可以从中发射啊，没问题吧？这样大家有没有理解我现在要盖的东西了？就是我要盖一个可以。直接利用这个东西打开，然后掀盖嘛，把它们掀开，像这样吗？还是要更高一点？北洋舰队当初就是没有我在了，那当然了，那当然。你看，所以现在大清亡了，那还是没办法啊。我要怎么设一个90？哦，铰链吗？可是这个铰链应该是不能够自己设置让它高低吧，对吧、啊？你看这个没有任何的移动的方块，我该不该删掉什么东西 ？OK， 好，研究一下。我需要那个可以自己控制90度的有没有啊？
有吗？自动控制应该不是自动控制吧？机械类，这个吗？转向铰链，这个吧？有了有了，然后左右嘛，啊啊，有了，最小值到零嘛，最大值是90度。那怎么让它绑定在一起啊？复制，我看一下啊、喔，左右。老皮您好，这里是海军五货室，听说您对拉法叶舰有兴趣，今天两两洞洞在东北角有重要的人物要将您推落海中。不是，我是说重要会谈。三峡干啥干啥干啥呢 ？OK， 好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那我要怎么让一开始先盖起来？没办法，一开始让它先盖起来吗？自动归位，不用让它自动归位吧？转速、张力。知道了史上的，对啊，我要怎么让他一开始就是先往这边转啊？有吗？有这种功能吗？不然我们这个盖不起来啊，盖子盖不起来。对啊，我怎么把盖子盖起来？自动化里面没有啦，我现在要的是，我要先把它盖起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贴上贴上 ，OK， 不是最小90度，我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它是盖起来的状态，这样有懂了吗？哦，哦，怎么好像怪怪的？哎 ，Cass， 感谢纠团，怎么好像怪怪的、啊？这跟我的想法有点落差哎、欸。这跟我的想法是有一点点那个不同的落差。我要的其实是应该是把它完美的覆盖起来，然后这个打开的时候呢？从中发射飞弹，就这样感觉看起来完全不像是我要做的东西啊。没事，我的想法每次都有落差，确实。从这个落差当中去寻找平衡点，也是这个游戏的乐趣之一嘛，是不是？好，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了，各位，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了。所以它这个初始是不能调的吗？它如果它既然它不能调的话。那我们是不是有别的方式？我看一下哦，初始计时器、感测器、逻辑闸、长度感测、图钉哦，还有摄影机。请问这是大学生做的专题吗？没有啦，刚好最近是飞鱼季，达悟族决定征召你的平板船，在哭哦。现在刚好飞鱼季，达悟族决定征召你的拼板船。什么啦？我这个，你这样子真的是在污蔑我的船只哎、欸！我这船只本来就是垂直的变横放。哦哦，我懂你的意思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OK， 完全明白了，各位，完全明白。这下我完全明白了啊。这样的意思吧，对不对？你指的应该是这样吧？初始是这样放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后面打开的时候再往上翻开不就行了吗？对吧？这个意思嘛。最近去了新加坡，找不到老皮。不是啊，我又不住新加坡，你来新加坡找我，你当然找不到啊。我看起来像住在新加坡吗？对不对？看起来不像住在新加坡吧？
是 ，OK， 你们开心就好啦，你们欢喜就好了。90度，像这样是不是？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好哎、欸、，Case 不是今天在玩女鬼桥吗？我那天看他玩女鬼桥，没想到你现在已经进化到可以玩女鬼桥的程度了。想当年那个 Case 玩恐怖游戏，吓到花容失色，现在已经。是已经可以驾驭女鬼桥的女人了。我不懂，别装了。不是，我真的懂了。放尊重，放尊重，我真的懂了。安安啊，晚上好。又懂，又懂了，真的懂了啦。OK， 我们试试啊。这样不就好了吗？可是怎么会自动归位啊？这样不就有了吗？是不是？哎，天才！你看，嗯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完成了嘛？掀盖，这个有什么难的？这个掀盖，哎呀！轻而易举啊，轻而易举，这样不是有了吗？可是有个问题啊，这样子里面都被看光光了，我放这边会不会影响到啊？我看看，果然影响到了，会卡住啊！这边偷窥，有人偷窥我们的船欸。那张掀盖意义何在？船长，船好像进水了，咕噜咕噜咕噜。船没有进水，没有进水。近水楼台先得月。我看一下。对啊，这样子要怎么做啊？很难欸。没有盖子之类的吗？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那这样呢？嗯，怎么会变成另外一种？三小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但是也是挺不错的啦。怎么变侧盖了？啊？怎么会变这个样子？啊？不行啊，不是这样啊，不是这样，绝对不是这个样子，绝对不是这个样子。高腰。它会粘在一起，所以两个按两个东西部件是不能让它相粘的。最左边的往下一格，可能还在往旁边一格啦。我知道了啊，大家再等我一下，耐心等候，好吧？我先把这螺旋桨拆掉，一定是我们要先把那个船舱先设计好，再来设计动力装置。一开始就反了嘛，对不对？顺序就反过来了。我们要先设计好它的动那个船舱，再把这个动力装置放上去，这样子不会卡住啦。就是你把它放上去之后，发现没有位置可以放了，对不对？就尴尬，就一阵尴尬啊。好，重新设计啊。我刚刚问皮姑观音，我能来卤味配老皮台吗？他怎么说？皮姑观音给了我九个圣杯，所以我买了卤味 O P C G W High O P C G W High。搞笑啊！好吃吗？卤味好吃吗？这样不就行了吗？哎呀，把这个一件事情搞得这么复杂、啊，对吧？你看这样不就行了吗？
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啊，对嘛？你看 ，Z X 九最大值零，最小值90。好，然后速度不要太快，这样才要慢慢打开，打开那个潘朵拉的宝盒，它就有那个仪式感，你懂不懂？现在都是很缺乏这种仪式感，你就慢慢的打开它，它就觉得说，哎呦，好像真的有什么在里面，有那种紧张感就油然而生了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是缺乏那个紧张感啊，梦感，并没有，有啦。欸，可是这样子也没有平欸，因为两边还是不平均啊，怎么办？还是要把龙骨设计成两排啊？龙骨如果设成负数呢？船身要加宽一格，对啊，这样好像不行哦。用什么木桨来当挡板？啊，我懂你的意思，啊，好像也可以欸。啊，确实好像可以哦。你说这样子是不是？用这个把它遮住，这样一个小手手遮住它。没有，我觉得船身再多胖一截啦，这样差不多。这样子我们的船也比较稳一点，对不对？像这样，这样。为什么不能直接放这个啊？啊！删除重弄了啦！什么垃圾船？准咒！笑死！我看一下，那这个游戏很难对称呢、欸，敢不敢让我对称一下啊？三格、喔。啊，把它放在船尾的地方就不怕被破坏了吧？终于承认了，什么啦？这样呢？有了，好 ，OK， 完美了，各位。超巨龙骨，这样船够不够长？够了吧，很长了吧？哦，漂亮！哎，好了好了，完美了完美了。哦，完美了，哎，这样才对嘛！哎呀，这样才对嘛，对嘛，对嘛，真的是，对嘛，战鬼啊！有需要放那么多这个吗？我看一下啊、哦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船好像有点左右会避车？这船怎么左右会避车啊？哎？怎么怪怪的？对啊，为什么左右感觉 BCBC 的？怎么回事？因为没有对称。我看看，这样呢？靠腰。啊！哎，有了，不避了，不避了。哎呀，对嘛，对嘛，别避啦，别避了啦。好，不避了，不避了。Duck 不避了。请问这是渔船吗？不是渔船啦，这是飞弹快艇。
有眼不是泰山。77，哎，感谢，谢谢订阅，感谢你，谢谢古韵。有了有了，怎么在漏水哦？没有啊，它本来就这样啊，这不是漏水。然后90度 ，OK， 总算啊，总算复制。贴上，贴上。哎，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复制，贴上，贴上。33 OPC 的炮，感谢，感谢。好，我们试试看。多少啊？58。中间打开。哎，好难，好难改。我的动力装置呢？啊，等一下就有，等一下就有了，不要急啦，别急啦。来，原来是飞弹快艇啊！难怪我觉得我看过二战时的回天鱼雷队八，还原度真高啊！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。对对对对。到底为什么？木板。啊，应该装木板不就好了吗？那我刚才坚持什么啊？这不就好了？18个月了。啊，对嘛，装个木板不就好了？哦，刚才真的是在搞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感谢，谢谢 Happy End， 感谢你。对吧？对嘛，这个木板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完美啊！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嗯？哎、欸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？不把粘住了，这么严格啊，粘住也不行啊。啊，是不是这个反啦 ？Z 是往右，反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究竟怎么了？只能够镶嵌板子，我觉得板子交错应该是没差啦，看起来也不是那个问题。你看这样一样嘛，它一样出问题了，所以问题应该是别的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出问题。看一下啊，嗯，嗯，嗯，这到底怎么粘上去的？开错边，你指的是
最大值90。啊！这样吗？这样，看看，开错边了吗？哎、欸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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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两边都反的，到底我到底在干嘛、啊？不是啊，不是这样吧？上面柱子太重，应该也不是啊。是卡住了吗？好像是一开始就卡住了、欸。对啊，一开始就卡住了。哎、欸，啥意思？不能这样是不是？平面的装到墙壁上，下面这一根不行啊，不能有下面这一根，所以。那我这样连接可以吗？啊，明白了，这样不就好了？这样不就好了？是不是这样不就好了？对吧？这样就不会碰到了吧？先测测看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现在真的明白了，各位，一场误会啦，他应该是卡住了啦，0.6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各位相信我，完全明白了，好不好？刚刚就是一场误会，现在的我已经对这个世界又有新的认知了，现在已经完全对这个东西的机构可以说是了若指掌啊、哦！这不可能再错了，再错那一定就是背后有这个敌对势力在搞阴谋啊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还能够一错再错，那是完全没有理由的。是谁？就敌对势力嘛。是不是？哎，这么简单的东西，到底？卡住了啦！他刚才卡住了。哎、欸，这不能左右吗？好麻烦哦！我想要让他直接左右对称哎、欸。25个月了，我以为又要翻船了，结果挺住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丁爷，来了，各位来了，我们光第一关造船就花那么多时间，这艘船绝对顶规，好吧？绝对顶规。最顶的船，一定最顶。等一下、哦，
期待等一下武器船舱自爆，不会不会不会。好了，接下来把这个装上去，我们的甲板就完成了。虽然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，好像有点绕高，我看一下啊。哎，不是往这边吗？嗯 ？Hello？ 左右哦，它这也要，它这个也是一样嘛？这样吗？这样？就可惜上面那个不是钢铁啊！好了好了 ，OK 了啦。你倒是动啊！你倒是动啊！有动。为什么还是会有点不太稳啊？下面配重不够吗？哦，稳多了，稳多了。除了船，等一下，为什么船一直晃？浮筒不够吗？浮筒吗？是浮筒的问题。可是浮筒放下面船会卡豆吧？浮筒应该是要放在上面才对吧？请问今年的国防预算怎么海军就耗掉了九成？各位有头绪吗？国防预算被我拿去玩掉了。不是啊啊！这样子我要怎么完啦？这样子我们没有地方可以放，没有地方可以放啦！我要把它放在船舱哪里？船舱那么小，飞弹放哪里啊？我放一大堆。哦，稳了，稳了，稳了，对对对对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但是还是很晃哎。左右两侧，你说放在这边吗？啊，有道理耶！哇，你是天才吧？天才吗？是天才吗？海浪在晃，中间的配重拿掉，你不配重，船会沉下去，不是吗？
好像又可以了。好，四个角不封起来吗？等一下要封啊，等一下封。好，拿掉一些了。拿掉之后，船变得很晃，哎，对啊，浮筒要再下去一格，我觉得要再上去一格吧。好，然后里面装兵器吧，各位，里面准备要承载我的兵器了。但是我们需要先把这拆掉啊。没事，我跟你讲，船这样已经能开了。平衡的东西，那个东西之后再说吧，那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。好，来吧，先装我们的武装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它这里面呢，我们要设计就是一个让它可以发射的一个装置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不是要先装这个？像这样吗？这样子会不会碰到啊？怎么那么低啊？哇靠，太低了吧！按下火箭发射，像这样。莫名其妙赢了，莫名其妙赢的啦。可以这样子哦。左右，武器太强了，肯定一定是武器太强啊！掉下来了。什么东西不行呢、欸？不行呢、欸，各位不行呢、欸。他这好像是要什么东西把它架着哎、欸，不然他这个会喷，他会掉的满地都是啊。什么啦？哦，他要这个。哇，那我们这样不就？哇，这样不能单，这样不能双发了。像这样也不行啊，不是船太小，他这张拿什么连接？三条龙骨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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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不是那个龙骨的关系，梨吗？紫华殿这个吧，紫华殿吧。也不行，放不上去。刺刺的东西可以抓龙头，已哭了。我们花了那么多心血，结果连个龙头都抓不住，已哭了，各位。这样子要怎么覆盖啦？哦 ，OK， 完蛋，又要再高一格。船舰做好，能取名为“人民税金号”吗？人民税金号 ，GW High， 那一定没问题啊。人民税金不就是用来花的吗？
What the hell? What the hell? 要设定释放啊？抓取静态物件，自动抓取，有弹性。你这个烂炮兵，转的速度慢一点。不是，我现在有个大问题啦。皮是建造法，爱耍帅又想搞怪。不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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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你讲，不管。我今天就是要让他可以顺利的各种发射，好吧？不管了。好，最小值，最大值45度，这样可以吧？强行通过，爽啦！左右 P， 配重改一下。配重等下，等下再弄，等下再弄。我想一下哦，发射，发射按钮要设哪一个？这个，这样，这样吧。好。OK， 简单啦。放开一，发射一，爆炸威力。来，各位请看，怎么有一发不会爆啊？未爆，哦，哎呀，你看是不是简单吧？简单吧？这也没很难嘛。对不对？这也没很难啊。然后我们把它盖子再改一下。OK， 这样可以吗？这样会不会太密集？我觉得这样有点太密集了，等一下一定会出事情呢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不管了啦，先装再说。等遇到问题再做修改嘛。请问这是龙舟吗？是。没事，这个火箭弹幕你知道吗？你身为一个法拉玩家，你都要有这种心啊！你完全没有那个火箭弹幕的心，那你就不要玩法拉了。哎，不行哎，靠腰太近了，好像要隔两格。没事。它不能直接复制，这个有点麻烦啊。有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吧？前后间隔两格啦，可以哦，可以直接编像编辑文件那样吗？Ctrl+C，Ctrl+V 啊，哦，能这样子啊。OK， 怎么样？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有搞头多了？然后我们现在依序的把发射的序号做修改。
三号。哦，我们这个有六连装哦。六号是吧？这样六连装没问题吧？测试一下，好不好？测试一下。哎呀，真的是太会啦！爆炸威力 1.5。还是应该把它做个滚筒型的，不知道行不行呢、欸？我觉得可以设计一个滚筒型的吧。对不对？要撞个那个滚筒啦，那边旋转，然后每旋转一发，它就会射一发出去才对啊。对啊，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？这样我们不要盖子好了啦。这要盖子干嘛？不用盖子啦。不能补充太亏，反正没那么多敌人。做得出滚筒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来，我们修改一下。我们修改一下滚筒型的，滚筒型的。那我要怎么做出滚筒型的？研究盖子研究了半小时啊，盖子不重要啦。盖子可歌可泣。这饼越画越大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行吗？不行吗？国家预算这样花的，可以啦。所以 PP 为了一个小时。人生就是要拿来浪费这些东西的嘛，人生不拿来浪费，不是吗？不然你活在这边，不就是想要看我搞一些有的没的，对吧？不就是拿来浪费的吗？不要在乎这些旁枝末节啦，对啊，不然你缴税金，然后跨年打那个烟火，而不是一样的道理？还有空气污染，这边看我打这个东西还不会空气污染。对啊 ，OK， 我们试试看啊。如果说要让它旋转的话呢，这个行不行？老皮晚上好，希望你能用你盖的大炮，还冲撞我的城门，我永远为你敞开。如果可以，大炮越大越好。什么东西？无盐薯条。OK， 各位，来了。虽然我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好或者是不好。但是好不好已经不是我们在乎的关键了，现在在乎的就是帅不帅而已、这样吸得上去吗？可以耶。可是它让能放的数量就变少了，这样放得上去吗？有了，我们到底在盖什么东西啊？
我到底在干什么东西？卡住了啦！到底在冲三小？到底在冲三小？哎呦，笑死！逻辑渣，高度计，计时器，感测机吗？要让它感测有这个飞弹通过才会发射，这样。仿佛这艘船仿佛有生命一样，那当然一定要有生命啦、啊。慢，都打不到了。皮市长，请问这是爱情摩天轮吗？皮粉要发大财了吗？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发大财了！哎。屁股要装一个 反向风扇、哦、不是，我现在想说这样子是没办法一次放很多颗进去啦，好像还是一开始那个方法最好，对不对？看来看去还是这个方法最稳当吧，虽然也是只有六颗，但反正你当兵也是六发装子弹啊，不是一样吗？你这艘船上面装的是每个月订阅老皮实况台会送的指尖陀螺吗？这要打水漂，如果是的话请给我两个。这叫打水漂啊！能量守恒，守你大头，可以复制啊啊！漂亮啊，方便多了啊！对嘛，这样就对啦。好吧，先这样吧，先这样吧，然后我们之后再随着关卡的推进，再做一些不同的变化，因为它每一关它的要求都不太一样啊。贪心吗？没有啊，因为它现在目前就是只要求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啊，我们就不要。做太多东西嘛，其实只有五发，因为剩下那一发要留给自己。你在说什么？在说什么傻话 ？Never surrender 好吗？我们不是这种贪生怕死之徒哎、欸，有输过没怕过了。不撤退不投降，没错，至死方休。我是觉得我们弹药打完了，可能还要想办法增加一点作战的后续、欸、不然这样打东西 打光了就没了、欸、那我们是不是要装一点什么东西，让他打完之后还有点作战能力啊？哎，不行吗？方块干涉，嗯、欸，啊，只哦，太外面了，双桨帆船，好吧，各位，双桨没有帆啊。自动装填弹药系统。有这种东西吗？那怎么让它装填？OK，
好，第一关就先这样，我就慢慢把那个船给越弄越好就好了。啊，完成用时36分钟，有谁第一关玩了36分钟的？渔网阵摧毁2艘船只，他怎么有一发空包弹啊？哦。来，小心哦，弄掉虾啊！靠北。那怎么可能？运气问题啦，运气问题。毕竟我们的飞弹没有长眼睛嘛。搞什么东西啊？我把爆炸威力拉高一点。这跟我在新年看到隔壁邻居小孩往河里放冲天炮一样，都不知道飞出去了么？哇靠，这么近你也能射歪？你这一个烂丢的炮丢的冰波浪号波浪号波浪号，靠飞！重点是靠飞。我的希腊之火喷不死他们呢、欸，有道理吗？没有道理耶、欸！这希腊之火特别进口出来的，居然打不死他们，我觉得这个大炮的问题啦，这个就没救了，大炮太烂。哦，还有水柱哎、欸，吸尘器，可控榴弹，大石球。大炮只有一发炮弹，老哥，补一补的很爽啊。老哥补一补的很爽啊！看，我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，花那么多时间搞这个兵器，最后到底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去把它击破，啊，有够丢脸的，笑死！来了，飞弹有用，飞弹有用了。你好，这里是幽谷。为了对抗迪坦斯，可以做一艘比阿卡玛还强的战舰吗？题外话，今天生日，第一次小起点贡献。哎，感谢尤凯，生日快乐！想不想？那我们试试看了。对面那艘船只，非法捕捞啊！又敢过界非法捕捞，吃飞弹呐、啊！啊，拍谁啊？我的错，我忘了设置这个了。
OK， 非法捕捞哦，看你不爽很久了，还敢那边给我非法捕捞？呜，碎啦！总算有了，总算有了，这是什么啊？哦，通道啊，通过鱼雷鱼啊、这个鱼雷区啊，这蛮简单的吧？这个应该没什么难度。我们的船机动性算蛮好的，机动性高超。OK。OK， 等一下，载浮载沉有点可怕。前面那颗鱼雷对付不了怎么办？啊！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干！哇，哇，真的假的？这火力这么大、啊？呜！碎啦！哎呀，排雷最简单的就是用这种方法排雷。你看现在美军最先进的设备也是用这种排雷法嘛。我们就是参照美军的那种做法哦，直接用这个怎么讲？那个什么排雷爆炸锁，一口气喷出去哦，就把这个所有雷区给炸光，对不对？简易啊，穿越区域啊，哦哦。啊，这要盖潜水艇哦！我怎么潜下去啊？啊，潜不下去、欸！哇，这关不能用这个东西了，我先把这存起来。这关要再盖一个新的东西、欸，就是我一号机。你好呀，这是你的稳了旗子，拿好咯，大鱼。大鱼，没事，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通过这里。这时候是因为这边就是要用那个所谓的潜水艇的嘛。那潜水艇的话呢，我们就不能用一般船舰的盖法去盖它，我们要用潜水艇的盖法去盖它，好吧？那接下来我们来造一台小型潜艇。这样可以吧？小型核潜艇，就是当初那个拿那个 Xbox 遥感到那个深海探险的那个，叫什么来着？那艘潜艇叫什么来着？又臭，泰坦号是不是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不臭啦。这样子没问题吗？我觉得我们要在我们船舰里面装一个武器，要以防任何突发状况哦，所以我还是决定安装一枚武器好了。这样到时候真的遇到什么突发状况，可以马上应用这个武器啊，摆脱困境。OK， 这样会浮吗 ？J，
不能这样子吗？还是配重太轻了？太轻了吗？你有动力系统？有啊。看起来很像瑞士蛋糕。欸，潜艇要怎么设计啊？完了，没设计过潜艇啊。不行啊，还是会浮上去啊。我要怎么不能用浮筒？可是你不浮筒你要怎么样上下？你不浮筒你 上下不了。欸，没有放浮筒。欸，下潜不了。还是要装这个大浮筒，可调整浮力。这样子呢，下降力道一，浮力哦，自动归位，靠背啊。好像还是会下去啊。螺旋桨往下啊，我懂你的意思啦，我懂啦。哎呀，懂了懂了，要什么要什么浮筒嘛，不用浮筒，我们用科学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东西，不需要浮筒。好 ，OK， 然后这边就是当我们想要往下潜的时候，哦，我们就设计一个，这个是前进后退，嗯 ，OK， 可以吧？不行的，下潜力道不足哎，啊，我下不去啊。为什么啊？哎呀，我们浮上来啦。哎，我想想，里面还有桶子，里面没桶子了，桶子拆光了，没桶子啦。木头太多了，真的耶，木头会导致这个东西浮起来。啊，我现在知道，我们木头太多了，我们不要木头。全部都给它改成铁制的，不对，铁制用品用起来比较爽。铁制的，来，木头都不需要了，好吧，把它加重。然后这个按下 H 可以升高。家门这是西门吗？你哪里在？你怎么知道啊？这样都被你看出来。左右。OK。错了，
靠腰，反了反了，我们是海底总动员，懂不懂？海底总动员。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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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把鱼给弄死！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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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梆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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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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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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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这样也行，熄灭信标，这还先存起来，这个我大作二号机，这时候要回到一号机了吧？在水中跳舞，你是鬼吗？那一定要的啊！就说我的设计很有料，你们都没想到我可以用这么便宜的成本就把整个设计弄成这么厉害，你们都没想到这一点吗？你这艘潜水艇帮你取好名字了，叫五体不满足号。五体大满足。OK。Too easy， 无敌舰队杀死90%的水手，哇，怎么打、啊、这个，这有点困难哎、欸。杀死90%的水手啊，我想到一个东西了，我们用最简单的东西来对付这些东西。因为我觉得人类现在就是被既定的印象、刻板印象给影响，所以人没办法进步了，因为大家都被东西给影响到了嘛。老皮，前舰预算你贪污了多少 ？Take NRG, take NRG, take NRG, take NRG。没有，我没有贪污啦，能用就行。对。我们不能被人形所拘束啊！不能被拘束。靠，他们有标枪啊！完蛋，他们有标枪啊！没有，我潜入水中。哇！我被击破了，他们在割我。靠腰。看，怎么那么厉害啊？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一个这个灭世神器，你没有想到吗？这玩意儿一出去，世界就会毁灭。灭世神器啊！OK， 我们先设计一个活塞啊，这边先设计一排活塞，这边也设计一排活塞，然后当我按下这个活塞键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是会直接的伸长，然后弹出去，速度威力要特别特别大，有没有？
先把这个活塞先设计好。然后活塞前面呢，装上这些头。OK， 然后这个活塞是 H 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头是 V。好，然后他们这个头前面呢，各装上这些东西。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抛下来吧？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OK， 好。插问号，哎呀，你们不懂。等一下，你们先慢慢的看，待会你们就明白我这东西到底是有何作用了。它本质上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东西，好不好？人间大杀器 ，OK。靠腰，不能哦，不能这样弄。哇！哦，这东西它是，哦，原来如此。碰撞引爆。牧师二代，太高了吗？太高了吗？低一点，低一点。你很担心他的精神状况？没有啦，什么精神状况？讲到好像发生什么事一样，没有，真的真的，你们要相信我。来了，各位，接下来最可怕的东西就这个了，好吧？我们在这边呢，分别在这个 X 轴跟 Y 轴呢，装上这个螺旋桨。这是什么可笑的东西？不是，你真的不懂没关系，你可以慢慢的看。但你讲这可笑的东西，我不能忍啊！哎，讲这可笑的东西，我觉得这真的过分了。好 ，OK， 左右。皮船长会 win 吗？我跟你讲，最可怕的不是说什么敌人啊，敌暗我明什么之类的，最可怕就是说，连这个射出去的东西，他这个完全没办法预测，他往哪里面跑。即便你有再强大的这个嘛，近岸的这个防范系统呢，也挡不住这个东西啊，这相当可怕、啊。你看，他想去哪就去哪，他无拘无束，想割谁就割谁，有没有？你看，一瞬间就死伤大半。如果我在船上面装了一个移动装置，走到他们周遭，然后依序把这个东西放下去，你看有多可怕，是不是 ？OK。好，那这样，我们这样目前第一阶段实验已经结束了，那接下来就是要正式了，正式做这些东西了。OK。当你写的程式一塌糊涂却能正常运作时，不是我盖那个是四座型，再重申一次，盖那个东西是四座型，好不好？我要先试做看一下实际成效如何，然后我们再来做正式版本，总不能一开始就投资这么多的资源去做一个行不通的东西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是真的行得通的东西。好，然后我这边先做一艘船，然后这艘船呢，它会直接的
使用这个推进系统来去做移动。然后我们的船侧呢，等一下会挂满那些东西哦，然后他们会直接依序的直接丢到我们那个经过的地方，我们就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他们就会飞下去，一个一个把敌人收割。我要把他们叫做这个海上的那个什么死亡鹦鹉螺号，死亡鹦鹉螺，很像鹦鹉螺的那个壳一样嘛，死亡，对嘛？你们自己说说看，是不是这东西特别有厉害，特别有力量，对吧？他已经整个呢，光看他的这个设计就知道非常非常强大、啊，不容忽视，好吧？死亡鹦鹉螺，好。哇！这样不行吗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样不行哦、喔！哎、欸，太大了吗？不知道为什么看了看就想笑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，这么强大的东西在笑。靠腰，太重，我看一下啊，你把先把它边边拆掉，是核心的关系吗？装不上去、欸，为什么啊？对啊，为什么碰到核心吗？核心格子那么大、啊，核心的格子比想象中大很多。好了，死亡鹦鹉螺，贴到中间去，要离开一点。不用啦，我们不用做太大，这样就可以了啦。谁说一定要完全贴满嘛？不用贴满也可以跑啊。跟我预想的有点不太一样，跟我预想的有点不太一样，大死完，靠呗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奇怪了，每次我的设计都一直有问题耶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不对吧？我的设计到底哪里出问题啊？我都觉得很棒啊！一个小时前的老皮，我要从甲板射出巡弋飞弹。一个小时后的老皮，做出水中割草机。每一关需求不同嘛，那客人对不对？我们要凭借着顾客需求啊，不能说自己一意孤行啊。对他这关要求就是你要。用这样的方法击倒对手，因为敌人太多了，我们不能用这么的 cost down 的方式嘛，所以要加装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过程不对，但成果正确，对嘛？当初那个居里夫人也是这样子的啊。哦，有了有了 ，OK OK。好 ，OK， 然后我们的目标就是冲进去里面，然后放下那一些特殊装置，可以吧？非常非常简单嘛，哦，但是要先把我们的船都贴满那个甲板哦，这铁板，要不然的话是扛不住敌人的攻击的，他们的攻势很猛烈啊。我们先把这个铁板先装一装，好 ，OK， 然后接下来就是。从上面抛下，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东西，
请问是认真在挡吗？我很认真吧？我不是啊，你们为什么都觉得我不认真啊？我这个很认真在弄欸，到底是怎样？你们是怎样出了什么问题？看不出来吗？你们是觉得我在乱搞是不是？你这样子我会生气哦。我这么认真弄啊，你们觉得我在乱搞？重新定义认真，不是靠北，我真的很认真在弄。你们是这样，我真的很认真欸，给点尊重行不行？尊重一下，这么认真的东西，你看你们把讲到好像我在乱弄，一文不值。哎，有了吧？这样可以吧？是吧？这样行不行？可以了吧？把这边挡好，挡满。超级龟甲号，重要的地方都全部把它塞好吧。有东西干涉，好了好了，好，在我们的核心呢就不会被那些小长毛射到了。怎么觉得这台船比较强啊？我们第一艘船好像没有那么强欸。这台船的战力光用外观看就觉得强快十倍吧，就像那个当初那个织田信长啊，他们坐那个铁甲船啊，有没有？想要征服这个日本海啊？他们找那个海盗啊，那个海盗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啊，叫什么酒鬼什么的。谁？酒鬼加隆啊？不要瞎掰好吗？不是，哪里瞎掰了？我就问哪里瞎掰了。好，抛下，这边要放这边吧。OK， 然后。帮他装上崭新的这个螺旋桨，我们螺旋桨要帮他设定一下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按钮吧，不然的话会跟其他螺旋桨合在一起。这样要装两个螺旋桨吗？还是不用啊？好，先修改其中一个。这边的话，我们螺旋桨使用这个吧。再来做前进后退，然后速度把它开到最快，好吧？开关模式嘛，按一下会直接开，按一下就直接关，可以吧？复制，接下来全部贴上。所到之处无人生还，可怕，太可怕了。这个东西到底是谁设计出来的？大杀器真的太可怕了。明明是佛朗机 OPC Do Like Coco。明明是佛朗机。完了，没有按钮可以按了。怎么办 ？P 好了啦。好，可以了吧？完了，我动弹不得，为什么船不会动啊？靠呗！嗯，好，有了，有了 ，OK，OK，、OK, OK、好，一号，
二号，三号，四号，五号，六号，七号，八号，后面还一群，后面还一群。不是，我忽然发现有一个人直接吸在我们船上，哎，是怎样？哎、欸，老哥，老哥，你可不可以移动一下？你这样子我没办法移动嘞哦。啊，你卡在我上面，你现在是怎样？啊，现在怎样？要来碰瓷了是吧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全员抛下，全员抛下。等一下，怎么好像有点怪怪的？怎么好像有点怪怪的？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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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有人抛下，抛下，抛下了！靠腰，为什么我船受损这么严重啊？到底是为什么受损那么严重？动不了嘞！啊？为什么？什么东西在转？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，割到了，割到了！有吗？我们还有吗？感谢哈士奇台，感谢。没有啦，自己割自己哦、喔。哎、欸，还是这个甲板的关系啊？太重了吗？它太重了，导致我们船动不了。那我们保护核心就好了啦。我船为什么左右不了啊？有了，船船突然变快了，突然变快了！这到底谁出了馊主意啊？这什么烂东西啊？到底谁出了馊主意？根本就割不死人啊！真的是哎、欸，出来谢罪啊！这到底谁出了馊主意 ？Only you， 这是船吗？我怎么看不懂？靠北，为什么全跑到水里面去了？还是要帮他装了啊？我知道了啦，各位。他们没有福利啦，没有福利熊啦，这样子就可以了吧？装个木桶让他们浮在上面。请问这是船还是潜水艇？船水艇。有了有了，对嘛，这就对了嘛！哎呀，原来就少一个福利桶哦！哎呀，早说嘛，这个东西还是很有料的，这谁设计的啊？哦，真的天才，创世天才，创世天才！除了创世天才，我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哇，太厉害了！哇，完美，完美，完美！哇，这个消灭了一切，连我自己都快被消灭了。OK， 等一下，刀下留人，刀下留人，刀下留人。先别割，先别割，别割了，老哥。不是有个刀子黏着我啊？割他，割他！有了，割到了，割到了，割到了，割死他！割死他！敢不敢割他、啊？这什么东西？窃取
那窃取宝藏哦，这个会被这个攻击吧？不行哎，好吧，我们先把这艘船先储存吧。我的三号机，这里应该要用二号机吧？我就用二号机去窃取这个宝藏。因为这样，他看我们感觉我们要伪装成我们也是鲨鱼的话呢，他就不会攻击我们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上面装一个鱼鳍，好，让他们感觉我们也是鲨鱼，哦，当然他就对我们没有敌意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还插一个嘴巴嘛，哈，这样是不是鲨鱼？有没有看小鲨鱼嘛，哈，对吧？怎么还扶不起来了 ？Hello， 我怎么扶不起来啦？哎、欸，我这个人，这个人，我也是鲨鱼啊！不要跟我交配啊！干嘛跟我交配？是不是？靠腰被交配啦！他没看过母的。船长，啊！全新阿姆斯特朗回旋加速喷气是阿姆斯特朗炮吗？还原度蛮高的呢。鲨鱼嘛，我懂。等一下，我想想。这机械蝌蚪好可爱。金属下颚。放按下 X 哦。它这个哦，这可以咬人呢。作用力。哦。好，我们做一个鲨鱼拟态。我们弄个鲨鱼去跟他拟态一下，我懂了。我们用海洋生物大战海洋生物。是不是？这样有了吧？X 键，哦，是哦，是哦，但是我们现在有个问题是我们到底要怎么下潜啊？到底要怎么下潜？啦啦啦，鲨鱼，哎呦！为什么我们下潜不了？我现在比较好奇是，到底要怎么样往下面潜啊？还是这个浮筒的浮力要弄低 0.1， 这样呢？筒子能操作。首先要够重，铁板不够了。水系大岩石，我还没把身体做好，不要吵。等我把身体做好，我就是鲨鱼了啦。
海底七为什么会变小水蛇啦？在哭哦。一定是少了两个旗。一看就知道比翻车鱼还要惨。有这么惨吗？我直接拿这个去射一发，然后射完就跑了。头重脚轻。好，哦，我要怎么翻过来？靠背。我跟你讲，我懂了啦，浮力太低了，浮力高一点，它就会飘了啦。这不就是阿斯姆朗特旋风炮吗？阿斯姆朗特旋风炮，对嘛？你看，这不就有了吗？自动归位是怎样？自动归位它会在海里面自己平衡，是不是？看看好了啊，研究一下。福利熊熊福利，我按 J 啦，可是他没有下沉啊。皮皮安安，安安呢、啊？晚上好。哦，一放掉它就会自动往上哎、欸，下沉力道也要加。我看一下啊，两边的浮筒是精髓。我知道了啦，浮力很重要啊。鲨鱼表示你这鲨小，怎样是没看过最新的鲨鱼是不是？少见多怪。我要往下。不能往下。翻了。它不能往下啊，太轻了。想问主播几个问题，你对于黑人武士的看法？你对于黑人武士当主角的游戏有什么看法？还有你对于刺客教条星座的看法？没有看法。
Assassin 哦，没有，没有看法，没有看法。我觉得黑人武士不是不行，但是我看到那个 Sweet Baby 跑到那个育碧里面成为那个开发团队之一，我就觉得不太爽。对啊，又是那个 Sweet Baby。啊，懂了。对啊，因为那个组织搞了很多事情啊，很多玩家被他们弄得很不爽。有了吧，可以吧，平移没问题了吧？现在就差要让它在海里面旋转了。哎、欸，你看，自己跑过来撞我，后悔了吧？对啊，反正到时候看剧情嘛，看剧情是怎么样。干嘛啦？干嘛啦？原来那是武器哦，没有，我一开始也没把它打算当武器啊，但是它莫名其妙就变武器了。Ruby 能拿出什么好剧情啊？这个嘛，不好说哎、欸。你要说他们做不出好剧情吗？我倒觉得也不是做不出来啊。也没有到做不出来啊，他们真的要做好剧情，他们是做得出来的、啊。对啊，就看他们后面怎么弄咯。烂太久了，不抱期待。嗯，对啊，确实有人这么想啊，确实有人这么想，没错。迷住哦，迷住的话，因为迷住毕竟跟之前信长有关系嘛，所以他这个到底最后面怎么样跟之前信长互相做这个配合，我觉得才会是这一代的关键啊。但特别搞一个，确实很多人会不是很爽，对啊，那就没办法、啊。哦，在海里面配重要一致哎，你如果配重不一致，他会直接就卡斗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按哪个键？放分离是 V。好，开始进行回收作业。拜拜，拜拜。这鲨鱼还不知道、啊，拜拜。拖不了啊，我没有前后装置啊，我忘了没有，我没有前跟后啊。那怎么弄前后啊？这样吗？往上拉。
OK， 每个 U 黑曾经都是 U 粉，就跟现在暴雪黑也是一样啊。之前的暴雪粉，现在变暴雪黑了。有了吗？有了吗？哎、欸，怎么有鲨鱼？完啦，后面有鲨鱼啊！紧急回避。紧急回避，紧急回避，完了完了，紧急回避，啊，完了完了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推力不足，嗯，螺旋桨不够。他后面也有鲨鱼啊。OK， 走路，盗窃成功。你看是不是？果然是推力不够。你干啥？干啥？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。我现在走得很快哦。海底无人机。有了有了，好了，不要咬了，好，给你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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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欧美游戏哦，没办法，现在不就这样吗？哎呦，章鱼哥，升起大门，怎么升？不知道怎么升起啊？哇嗨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新电影《巨齿鲨三》吗？我就说现在的电影越来越糟糕了，连演员都不请了。不好吗？很棒啊！知道怎么打开大门？啊？他自己会开、欸？拉这一个就可以开了吗？这样吗？拉拉盘，啊，懂了懂了。反了吗？没事，我倒退。我们射那个射这个东西啊，水下作业，蛮厉害的。玩这游戏玩到可以水下作业，我真的可以考执照哎、欸，到时候可以考执照哎、欸。你知道做这个水下作业的工作很值钱吗？那个薪水很高哎、欸，对啊，水下无人机操作员薪水超高的、啊，没有，我真没跟你开玩笑，薪水真的很高哎、欸。国外那个应聘。一个月薪水月薪十几万，对啊，你是给人家请哦，给人家请一个月就要十几万了，十几万不是十开头、哦，是可能二十万有可能，三十万有可能，四五十万都有可能，对啊，看他的风险，像如果说是在那种危险海域的话，那个作业哦，那个光出船出一趟就要花不少钱了，出船出一趟。我听说那个报价都要百来万起跳的，对啊，就是出船出一趟，那个报价都要百来万。北海哦，看哪边吧。如果说是平静海域的话，可能也要十几万了、啊，只能领一次那种、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讲当然是真的有这个职业啊，就是水下无人机操作员啊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不知道吗？是没错，但是跟你这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可大了吧？我这个就跟水下无人机操作不是一样的道理吗？有比我造的船危险吗？是保险吗？在哭哦！这个怎么那么难转啊？把那个章鱼放出来很困难哎、欸！你看章鱼哥在里面，你进去就做那工作，做一个月就赚超多。对啊，但是
你能赚，那你要有命花啦。其实这种职业就是你能赚，那你有没有命花就两回事嘛。对啊，不能说毫无关系，只能说一模一样，还是你有眼光，对不对？还是你有眼光，可以开启副业了，真的啊！我哪一天按照你这个高超的操作技术，你可以先开启副业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快啊、哦？用推的比较快啊，拉绳子没有用推的快、欸，我用推的超快，我就粘在上面，然后一直旋转就行了。那我这样子应该做个那个插槽，然后插在上面去之后，开始沿着这个铁板旋转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章鱼哥还在看，看爽没啦？你想要做水下作业，但你想还要，你还想要有老婆跟小孩啊？想想还是不冒险。就有人会喜欢这种刺激的东西嘛？就跟那个啊，什么那种电塔啊，什么高空作业啊，这种高空作业员啊，那也是薪水，他一年可能就上了几次班，大家薪水就很多。嗨，你好啊！既然副业已经有着落的皮妈红包，看来可以扩大举办了，对吧？还没啦，还在训练中啦。你好啊，去哪里？带我一程。他去哪里啊？嗨，哎哦，各位，我们捕到大章鱼喽，可以回家喽。这是乌贼、欸，这是乌贼啊，这不是章鱼啊，那是乌贼啦，那头后面是乌贼头。靠腰，好啦，给你吃啦。喜欢吃吗？还有做嘴巴吗？哎呦哎，好细哦！如果说开一道门需要解谜是萨尔达，那么开一道门的期间需要打敌人就是决胜时刻。至于开门之前要先造船，就是这游戏。是不是很有趣？摧毁所有东西。哎，他怎么摧毁啊？他要开炮吗？哦哦哦，哇，不行欸，那我们要装大炮啊，只有一发弹药，只有一发弹药，那怎么打、啊？对啊，只有一发弹药，那要怎么打？咖啡。怎么突然变小鸡啦？这游戏比怒海战记好玩吗？凭良心讲，怒海战记还是不错玩啦、啊。不要这样，虽然说游戏的剧情真的普普通通，但是严格上游戏还是蛮好玩的、啊。我觉得他应该把游戏的精华，哦靠呗，他把游戏的精华放在前面才对。他前面是有点不知道在干嘛，是有点可惜。你好想出海捕鱼哦，小时候都跟你爸出海捕金捕鱼哦。你要捕什么鱼？不行欸，这要怎么打？
一冲天炮，看来真的不用冲天炮战术了啦。乱飞，你看到处乱飞。不受控制哦，跟办法去捕黑尾鱼哦。哦，30发的弩箭，吸尘器啊，这要重新再造一艘新的船了。看来这个武器是没办法对付这个玩意儿。投石机呢？投这个炸弹不知道行不行？开 C 还是？把他的那个城墙拉倒啊！他城墙可以拉倒吗？哦，可以耶。如果当时日本黑船来航试这艘船的话，那日本还需要维持50年封建制度。在哭哦，在哭哦，造飞机不是我玩航海 DLC， 然后你叫我造飞机 ，OK， 是这样子的吗？我们现在要这样自甘堕落就对了。自甘堕落，幕府看到了，安心继续锁国。啊，太坏了，真的太坏了，这些人。火烧船哦，然后用炮炸墙，对啊，应该是要用复合的武器吧？这关应该就是要把所有的武器都装上去了。先试一下，喷火器。按哪个喷火啊？按 Y 喷火，靠北，他打给我两炮，我人就没了哦，这么夸张的吗？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。哎、欸，我的移动能力很差哎、欸，其实还是要装这个东西啊。左右。我知道了，我们只要装在头，我们装在头部就行了啦，其他地方不需要了，反正只有头转而已嘛，这样不就好了，对吧？前进，啊、火呢？啊，怎么没火了？靠呀，火焰也有限，是不是？这游戏这么残酷的、啊？
头转。哦，被敲掉了。你们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准啊？看也太准了吧！指哪打哪，那是卫星炮哦。哎呦，好累哦。他们不现在在海上载浮载沉，被凌虐了。对啊，职责所在。太用心了，那实际上是你逼我的。我就不相信你如此泱泱大船扛得住我这个东西。哦哦哦哦哦，启动。不为所动。啊，好累哦，各位，发疯了，发疯了，好累啊！我看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个想法，我有个想法，各位，sheep， 哦，哦，哦。这什么鱼啊？Let fish。我靠，还有鱼雷，怎么回事啊？好。OK。哇，太帅了吧！这到底什么东西？超出边界，没关系。我不在乎边界不接那个不边界啊。使机械无消耗弹无效。有什么？哎、欸，我记得不是有一个什么不管边界模式吗？我、哦、自由建造模式。为什么人家的船可以跑那么快啊？为什么他们船可以跑那么快？我不懂哎、欸。妈的，鱼雷在哪边？鱼雷，鱼雷发射，那、啊、鱼雷这种怎么发射的？啊，鱼雷还有好几颗啊！各位，皮意志帝国已经迎来一个新纪元了，药师已长以质疑，全国造舰，史称自强运动。自强运动。啊！还有四颗鱼雷、欸，太帅！可是怎么有什么东西掉下去了？哦！哇，它后面居然是这样用的啊！它的那个浮力装置坏掉了。他浮力装置坏了，就这什么烂东西还被爆炸、啊？看，中看不中用，比我的还要废，这三小。哦。哦，怎么前进啊？哎、欸，有点厉害，这个也蛮厉害的，油料。啊，这个呢？这艘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啊？到底什么鬼东西？还有人在上面开船？啊 ？I 跟 K 二号发射，
有人坐在旁边，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我看到了，是一个人站在那个上面，然后拿着刀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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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为什么会有那些零件？不太懂哎。木质表面方块，不会是他自己捏的吧？哦，他这个是自己捏的造型哎。对啊，到底怎么弄的？这么厉害？啊，这鬼哦，这三小啦，这三小不懂啊。数字建议。只有三发子弹，哦，这艘船只有三发子弹而已。人家是高玩，你这是幼稚园造船？什么幼稚园？要不要看一下我的船也是很不错的啦？说啥呢？有侧旋炮。好了好了，差不多了啦，差不多了。今天早点休息好了，明天我们来那个吧。